等。好，我给你看一下罗先生啊。嗯。一共20块钱。好，给老板交钱吧。哎呀！美女，你有耳屎吗？嗯。老板，你太会说话了。我哪只耳屎呀？我的耳屎吃了。这样，老板，这个钱你就不用走了，我走了啊。我刚才。我做啥了我这什么情况啊？